我觉得他们俩现在在车上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客气，啊。昨天几点到的呀？啊，几点到的？吃了吗？对。哪天杀青啊？啊，你弟想你了。昨天你们几点到的？昨天我们到12点吧。嗯。早上起来我吃他们这儿早，您啊您也吃了早点吧？得我先从酒店叫碗馄饨。哦，呵。哎，完了吗？那电影？又转回北京拍了，还剩大概一周吧。郭汾阳天天的，我哥还不回来，我哥还不回来，是吧？那还能有什么去？对。郭老师，这跟大林一起玩玩过吗？还真没有，因为本身我就不爱出来玩。对，我也是，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怎么带大林出去玩。他小时候，我带他去过天津南市听书。啊。那他那会儿应该。5岁，啊，还有印象吗？没你都没有印象，就足以看这多没意思，有多外劲。嗯，其实我上学那会儿，咱们还一块儿看过电影呢。咱们还一块儿出去看过电影呢，跟印象可是看过俩，一个是《阿凡达》，对，一个是《风声》，对，昨天阎鹤祥跟我还说，哟，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见过大林了。我跟好多人基本上都是4月份封箱之后就没见着了。最严厉的就是网上好多网友都知道，有一回我跟大林第一次给岳云鹏助演，演了一个阴阳五行，节目效果不好。天为阳，地为阴，不对。问问你啊，就像今天这个天气，它没出太阳，这叫什么天？阴天。有说阳天的吗？还真没有。没有吧。大林当时没感觉这是回事儿，因为那时候刚演出嘛，回来就把这事儿当一个好像有点玩笑那事儿跟他爸就说了，然后我师父当时脸就掉了。师父说，就是你即使是夜场，你也有义务把这场完成好。嗯，就你有什么资格是说节目完成度不高你还回来拿这个事儿当个玩笑这么说。反正我印象最深应该也是这个事儿。嗯，然后温情一面就是搁你们那年牛天赐首演。这个画面。对，嗨，挺温，很温情啊。在我德云社这么多年，我没看过父子二人有肢体接触。爸爸我爱你，儿子我想你，这种没有，从来没看。最严厉的就是罚大林一年的工资来给后台买水果，因为我们两个一块发了一个微博，我拿大林手机发的，大林拿我手机发的。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师傅很生气，师傅觉得你们拿微博太儿戏了，这是一个宣传自己的很重要的平台。然后师傅就惩罚了我跟大林，罚了大林一个月工资一年工资之后呢。然后给了他德云社10%的股份。我感觉我被套路了。真难为节目组了。嗯，也是一时糊涂找到这儿的。谢谢。这不嗨，咱天津路不挺好的吗？哎，对呀，大城市，蓟县也有这个。哦，嗨，那这一天拍不了什么呀？都在道上，就这就，啊，这咱们这期是个访谈节目呢，不是？边上搭了一个酒店的客厅，这在我那屋就行。特好，到这儿就好路了，到了，这回行了啊，这回行了。是这里吗？是。好呀。到了。看这边。哎，好热，我不下去了啊。今儿有脑袋哥哈。有。行，开心了，嗝了。您这包裹啊。天哪！好热，且走呢这块儿。这样，走。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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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体力用完了已经。师傅您看这个玻璃吊桥，哟，这可好啊。走啊，来您上吧。哎呦，师傅您慢点。哎呦，我还害怕这个。哇，好高啊。哎呦，我真有点慌张，现在我脚丫子都出汗都。哎呦，这怎么还晃啊。我今儿这风太大了，不行，太吓人了。害怕吗儿子？害怕。我真有，我真有点顶。哎，你们敢一直往下看走到头吗？我敢啊，其实还行，你下不去。我真有，我什么？你敢一直看？不敢，不敢，不敢。不是，他要都贴着这纸，我还行。嗨，群装女士只能走到这儿。腿又软了。哎，你抓点紧，都等你呢。我知道。没，别那么多戏，你往中间走。哥哥，你要不拉我好点。看，你看，搁扶着你，搁扶着。不拉我好点。这咱们线上这么些人行不行啊？是没问题，我还能蹦的。吓我一跳，还是孩子们会玩啊。走这吊桥是得叫唤吗？啊！哎，这别喊了。Hello， 是站在这儿蹦吗？别，不能蹦了。剁坏了赔人家。别蹦，别，啊，剁坏了得赔人家。你们就在这儿吧。啊，我们一定要站在这点聊吗？咱也别都站一玻璃上，咱往这边匀匀。那个今天呢，我是导游。啊！一会儿我们呢在一块儿呢，要以这个比赛的形式做游戏。然后呢，哪个队胜利了，哪个队呢，我给加一个加成券。好，好，今天您二位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过来。好，好，开心。希望你们爷俩能在这儿玩的开心。我建议一二三，咱们一块儿跳起来雀跃，雀跃一下。错了，吓死了！就是呀，知道为什么我不跟我爸出来玩了？就玩这全的，行了，就玩这全的。那么哪个队先玩呢？我们在微博上发了一轮这个征集，看看网友怎么愿意让咱们哪个队先开始。兄弟们，欢迎来到零点火山峰。那么呢，这里有两个游戏，高空抽签和滞留泳镜，选一个游戏，到时候推荐给师傅玩。你们现在根据这个装置做好了你们的选择。但是明天导演组他会做一些惊喜性的设置。我们商量一下啊。他比赛的过程当中肯定他们要设置很多的关卡，你以为好像看似师傅就奔这来了，但是玩下来这个可能感受很重要。这个呢，我觉得可变化性比那个要多。师傅这辈子绝对没玩过这个，何况跟大林一块儿了，是不是？直接开始开选吧，开选吧。好，小猫猫，你们的选择是秋天的秋千。你们的选择是？我们选择泳镜。泳镜。好，给我们一个昨天的那个，这热心观众都来了。哎呀，网友的结果是让咱们今天玩这个激情。嘿，小妹儿，师傅手拉手跟你，咱们欢呼雀跃一下。哎呦妈呀，来儿来跳一下好不好？一跳二跳。我腿都软，我都往那边走吗？那边走，那边走。